进去的时候，明爱他们对我们也非常的陌生，我们带着上人的理念，用真诚的心爱与关怀来感动他们。其实在发放的现场，刚开始来的乌克兰人，他们的眼神都是很游离，然后有点恐惧，然后很空洞，到最后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。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妈妈，她含泪来跟我道别，然后她说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了，我今天留下的是对慈济很感恩的泪水。我们都知道难民们他们的心情已经很辛苦了，所以在每一次的发放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他们会很快乐，所以我们都会安排很多的歌曲让他们一起跟我们欢唱，还有跟我们一起比手语，然后最重要呢，就是我们要一起发一个好愿。听到菩萨们在这样的花心接引安住帮助，我总是满心的感恩。在苦难中的一群人，他们呢在身心苦难，他们到底呢因为心啊，他们的心是如何感受？我们的心呢？相信人人都起了怜悯之心，疼惜不舍。至少我就是这样，一直呢，真疼惜，真不甘啊。好在有慈济一群人在那里。有因缘接触到他们，就可以送给他毛毯、御寒的衣服，或者是呢给他们的粮食，能帮助多久啊？不同的因缘，不同的场地，可能呢他们的因缘呐、在不同的国度里，国际间、都有慈济人在关心，在发放。每一个国家救灾的人数啦、慈济人啦、不多，越多慈济人，苦难人呢所得到帮助的都有机会。慈济人少，那所接触的不多，当然啦、我们能帮助到的更没有机会。所以心里啦、一直在想着，还有多少人我们在关心，我们呢无缘接触到的那一群人，现在呢怎么样？所以呢，心悲啊，悲众生苦难的悲情。这个时候，心里都一直在想：假如更多更多的有缘人，更多更多人接触到了慈济。就可以了，任何一个地方要帮助的人就是更有机会。我们的帮助是温馨的，很有质感，很温馨，那一种尊重的爱。各场的发放我都有用最柔软的心啦、很恭敬的把我们的物资送到他们手上，那他们每一个难民朋友都很感动，啊，都会跟你抱着这样。在那时候的现场，很多是老人一个人自己来的，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眶
是有泪水，可是他东看西看，没有人在他的旁边，我就冲过去把他大力的拥抱。我这时候体会到慈济说的抚慰，这些老人们他们眼泪就他们就溃堤了，这么长久的时间没有人可以陪他们哭，他们有的也说不出话，就是抱得很紧很紧，所以没有语言，可是我们都感受到了彼此的温暖。我们呢就是送给物资，还要有礼的鞠躬，还要更亲密的拥抱了，真正的做到了抚慰苦难的苍生，是真诚的抚慰啊，那个呼呼的啦，他们有创伤啊，我们不忍众生有苦难，所以呢，慈济人呐、啊，出现呐、啊，涌现出来，呼啊，抚慰人间呐、啊，疼惜呀、啊，疼惜的拥抱啊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一再说。有缘人我们就能帮助到，被帮助到的呢果然是有好因缘，我们能帮助人的人是有福缘，我们有福啦，才有这个因缘呢去为他们付出，帮助人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啦、啊、所以相信人人都会有这样的爱心，慈济就是有这样的因缘，因缘呢汇合起来，哪怕少数的几颗种子，只要有因缘在那一片土地，种子播下了，它就会快速的那种树苗，也是呢，树苗的种子是大树哦，也是快速的成长，就可以在那里承担起了慈济的使命，他们就在那里菩萨早生。看到了他们呢、啊、当把物资拿起来是表达的那样的诚恳，表达是那样的诚意，那样的爱，很恭敬的送给他，这都是很美的，叫做真，叫做善，唯善是美，唯有善呐、啊，是上水的境界。所以呢，要有真诚的心去付出，真诚善去付出，这都是永恒的啦。菩萨们啊，人生啊，苦难偏多。慈济开始从事呢这样的，从少数少量一直累积到现在多数啊多量，每天啊看的那一张地图，从那一个小小的小点台湾呐、啊，一直呢，到了国际间，总是这样，瓷器啦、啊，国际的慈善工作，国际啦、啊，哪里有灾，就哪里去帮助。有的时候，那一个国家有灾难。没有瓷器人
怎么办呢？开始就要找邻近的国家，哪一个国家有慈济人，就跨国去探看，去关心，如何呢？能去帮忙，很感恩慈济人啊，以佛心为己心，以私自为其次啊，大家很愿意做师父想做，要听师父想要关怀的，他们都做到。